今天我们来做电子赫兹比的实验。首先我们先把那个灯丝加热，大家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个红色的，那就是我们的灯丝，那它被加热之后它就会发射出电子。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加速电压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电子束呈现直线的射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打开那个让它偏向的磁场，磁场慢慢的加大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电子束就跟着转弯，最后呈现圆形。好，随着磁场越来越大，我们发现半径就越来越小。好，接下来我再让加速电压变大，那电子的动能变大，那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半径跟着变大。如果我继续加大磁场，那半径会越来越小。好，接下来我让磁场，我让我们的电子束稍微偏向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呈现螺旋状。